真出不去了，只能等待救援了。救援车队出发吧 ！Go， hello。去帮
正在街上巡逻。哦，前面怎么在冒烟？我去看看。停车！糟糕，是房子着火了，让消防车去灭火吧。出发！开始啦！
也出发。皮卡队到达目的地，就在旁边的空地挖池塘，挖掘机开始工作吧。挖掘机要来挖个大土坑，幸好五福及时挂在了桥上，五福加油！
铺好。最后一块桥板了，交给五福吧。铺上去，搞定了。巴士可以过桥啦，可是巴士还是害怕。五福和突突先过去吧。桥喽！他先小心地伸出轮子试了试，去吧，巴士！哇，安全过来啦！下大雨了，河里发起了洪水。去帮忙。
布，抓住绳索吧。巴士突突准备好了吗？开始拉胡子喽！哇，五福上来啦！但是五福感冒了，回基地去治疗吧。挖掘机要去采石场工作喽。正在前往采石场的路上，停车，要等红绿灯，可以通行啦，继续前进。到达采石场，就是这里，往前开一点。绑好气球，气球的浮力可以减轻重量。
不二把水箱夹下来，小心一点哦。